绍一下上海外国语大学。上海外国语大学创建于1949年，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校，教部直属并同上海市共建，进入国家211工程和三一楼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。学校秉承格高致远、学贯中外的校训精神，和诠释世界、成就未来的办学理念，致力于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。成立于1949年，有14个学院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数目1个，博士点数目1级学科3个，全日制在校学生内地生12,232人，外招生5,113人。校区在松江校区、虹口校区，校园占地74.7万平方米，师资比例专任教师997人，博士生导师154人。校训是格高致远、学贯中西。学校致力推进多语种家办学战略，加强全球治理人才培养，突出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，又全面实施外语双学位、双专业培养，仲建立精英人才培养特区、卓越学员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。学校是以语言文学类的学科建长，文教、经管、法工等多个门类的学科格局，其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进入国家三一流建设学科的名单。所有外语类的专业都是国家级特色专业，而所有非外语类专业是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，也都拥有上海市卓越新闻人才培育基地、上海市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。学校先后同62个国家440多所大学有合作的关系，包括一些短期学习项目、海外游学等。学校设立了国际交流基金，本科生出国访学的比例超过45%，还有外专引致计划，90%的师资是有国外学习的经历。在校外国专家就有340多人。学校的毕业生在就业的市场是几受到青睐，毕业生的就业质素、就业率和薪资水平都在全国高校的前列，每年约30%的本科毕业生是去国外的高校继续深造，录取的大多都是一流的世界名校。15%的学生就在国内深造，51%直接就业，广泛就职于外交、外宣和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等。学费就是一年5,000元人民币，住宿费一年1,200元，生活水平约人民币2,500元一个月。入学要求是 DSE 中英数通4433。DSE 收生计划可供选择课程，可以参考翻《升学指南》第122页。今日的分享到此为止，多谢大家。